哎，大家好，我是 Kelly， 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嘿，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三，2022年。今天的 Market Watch New Listing 886 Price Increase 96 Price Decrease 1322 Background Market 326 Sold 693 Pending 692。看一下今天的涨价的96，新上市房源886，来和我去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好的房源、好的 deal？ 我们主要是 look at the deals on the market today. Let's see what's going on today.学区房139万，33万9，4500块钱2卧室2卫生间，33万9看一下，可能是公寓，对 ，condominium 96年的，比较新，306块钱，1106平方英尺，然后看一下，这个一看就是 concrete block home，OK，、okay, 它前后都有湖景，高尔夫社区，然后这个小区不错啊，大理石台面，地砖，橱柜比较老式，可以排下盆，大理石台面，然后拍九那边看见的是绿色的草坪。吃饭的地方，窗户好像是更新了，那就划算。因为窗户要换的话，也得200来块钱工钱的和这个材料费。他这个灯这块搞得也可以，蛮不错的。OK，Let's、okay. see here，这是一个 dining area。I like this style。OK，I do like this kind of style。I was trying to do my kitchen the dining area like this，you know，but I have a longer table granite already。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This is very cool。This is very OK，creative，very creative。They add the legs and made the concrete。Granite countertop over here as a dining table, okay, or breakfast table, has two legs over here supported the granite. You know, I do like it. Yeah, I was thinking to do mine with a longer piece so I can sit in front and have a bigger table here. So it was not the same, the square. So I can use it. So that's a very good idea. Okay, peopl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You know, make the height, make the square, just do creatively. Very nice. I like it. Okay, 草坪一楼，这是一楼，看出来是一楼，对吧？一楼 very desirable。地砖也是大砖，大砖都是比较流行的啊。呀，原来我总想贴小一点瓷砖，然后那是2015年的时候，朋友告诉我，现在不实行小砖，就那种 twelve by twelve，这个估计是 eighteen by eighteen，至少要 eighteen by eighteen。OK，这种砖越大越好。哎，卫生间进行了重新的更新。OK，厕所是 pocket door，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 pocket door，就这个门拉门是拉出来再推回去，它用这2000欧的资金作为门拉进拉出的一个位置。OK，这个都是不错。OK，shower room。Frameless glass door, nice. 他们进行了更新，洗衣烘干机还行，standard 很一般，不是 front loader. OK, this is shutter blinds, very nice. 这家进行了装修，地砖都是地砖。OK, I like it. It's nice. 这个也是地砖，这是阳台。OK, patio, 拉门。这是一个高尔夫社区。OK, 看见了吧？漂亮，漂亮。这是 clubhouse, 还有吃饭的地方，还有这个卖东西的地方，打高尔夫、健身房、游泳池。哇，用 have it all。这个小区好像和我那朋友的小区差不多，他买的34万，现在这个34万，对，一样的价钱，96年的房，对，就是这个社区，打高尔夫随便打，看一下他物业费多少钱，785。Yep, on the floor is very desirable。这个地方好，OK，三四万，三四万不错。Block home，这是 block，这个社区好，可以打高尔夫看。Pool, reserve, insurance, maintenance, ground, elevator, yes, ground,
Pest control pool, recreation facility，这是给这个肯定的 golf community sewer trash water，你这个物业费包含水，就等于你这个物业本，比如说你这个物业400块钱，那么就有将近400块钱的是用于打高尔夫的。我有个朋友专门买一个这个房不在那住，就是要在那里打高尔夫，所以呵呵这个有钱人任性啊！这个社区可以打高尔夫，你别看它这个物业费785，它是包含打高尔夫免费在那儿，OK？然后有电梯，在一楼很得劲儿，我这个价钱还是不错的。朋友的家里是地毯，这个全都是地砖，所以这个房划算。OK，这房特别划算，今天坚决的推荐这个房。他家啊，是不是大理石台面？没记住，好像他家的冰箱不是这样漂亮，然后窗帘好像，但是他家是地毯，我记得清楚。就是这里每个房间都是地砖，非常棒。OK，这房非常好，它的面积比较大，1000多平方英尺，1100平方英尺，房大，俩卧室俩卫生间。OK，这个可不可以租？看一下啊，可以租，不是老年社区，没有对住在那里多久有要求，必须得住满多少多少年你才能出租，不是？总共有4层楼，3层楼，1楼、2楼、3楼。我的朋友那家是2楼，这个是一楼就更棒。这一楼或者3楼都是比较好的楼层，最高层或者最底层。一楼更得劲儿，因为一楼你可以 access to the yard anytime。只不过有的时候上下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跑水啊，所以呢，经常的疏通管道是你家的一个任务。你一楼也好，它都是水铺的地砖，而且你可以随时地可以在外边乘凉啊干嘛的。来，就说你有一片地在这儿，OK？是这种情况啊。这家不错，这家值得推荐，因为我朋友在年初3月份的时候和我一个时候抢房，抢的就是登的山寨软，抢到3、4万。所以这个房便宜，比他那房还好便宜，因为是地砖，right？这是出租房4500，看见了吗？就这样的房，一模一样的房，在这边是出租4500，看见了吗？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出租房啊，同样的面积吧，1100平方英尺，俩卧室俩卫生间。他这个呢是几楼？我看一下，没有写，但是这个4101好像是一楼啊，看一下，他就看向一楼，这树在这儿呢，看见吗？哦，他这也好，地砖大理石台面，看见这个都是很好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island 在这儿，很好，很好。然后新的橱柜4500块钱一个月，OK，这样的房出租1400，可能是 seasonal，OK，来看一下 seasonal 这写的，就是这个冬天他出租一个月4500，他11月1号 available，今天刚登，然后是 furnished，4500啊，在这等的，这是打可以打高尔夫的，有些人呢就是冬天特别冷，他就在北方就飞到南方来过这些比较干嘛的日子，这是30万，这个就更便宜，OK，我有朋友一直想买这个30万左右的房，那么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就是可以打高尔夫的，但是物业费他不一定喜欢，物业费贵一点，805。他这个面积大啊，1238平方英尺的，然后呢，物业费是805，也是在这个小区可以打高尔夫。96年的房，他这个面积比较大啊，是什么原因？可能是 end unit，take a look，可能是 end unit，可能是这个面积会稍微大一些。他这个不是大理石台面，看见吗？所以呢，他是登的30万、31万将近，因为他这个大理石台面没有更新，所以这个的话他把钱降一降，OK。然后这个地板，哦，他的窗户怎么样？好像还是老式的窗户，网球场看见吗？都有，朋友在这坐着的雨搭这种棚子可以，参与观看打网球是吧？高尔夫网球社区，OK，一个月700、800来块钱的物业费，就是你可以在那里随便打高尔夫，OK，好房你就接触的人是上等人，就说档次就是根据钱的这房的不同的价格，你遇到的人就不同，OK，所以呢，这个出租房也会档次要上一个档次，OK，35000这个是啊，35000，嘿，high-end flooring。OK，and new kitchen appliances. Elevator, yeah, 这是 elevator. 这个房也好啊，这比那还便宜，但这也没有 granite countertop，也是打高尔夫的社区。然后这还有一个58万5的，这个是那什么了？Village Walk，可能看一下，58万5的房是 Village Walk，2004年的房，两卧室两卫生间，1534平方，这不便宜。可能后边有泳池，看一下，它为什么这个这么贵？刚刚那边卖的是10万9，那肯定就被卖了。这个为什么这么贵？看一下，属于这种 villa。这个不是 single family，这是 villa，这是 villa，它这个为什么贵哦？对呀、啊，都是这样的，都是进行了装修，那44万9，现在这个整个50多万，这家登的价钱不对，不符合市场。对，都是这样的房，就是这样的。哦，他家安了这个，这个地面弄得挺好，那也不至于50万呢。他家拉麦多，他家拉麦长一些，都是这样的呀。可能他家拉麦多加了。奇怪，这家好像有 no upgrade needed remodel 2016，因为它装修了，所以它要58万5，差10万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需要的这是学区房，OK Ashton School 44万2，看一下这个 townhome，他写的 condo，2002年的房1621平方英尺，44万2挺好。garage 有一个 attached garage，物业费650，这个也不便宜，272还行啊。他的房不算旧，272一个平方英尺，1621平方英尺的房，物业费也可以，物业费也贵点是650一个月。这个的面积还算可以，OK。
冲它的面积还可以，3350上卫生间，出租3000块钱，看着吧。所以那40多万买的房可以出租，这个价钱3000块钱一个月，1673平方英尺。这个 Ashton Elementary School 这是学区房，你可以出租3000，OK？对，三卧室2万卫生间，这样的可以出租3000块，67万9的 single family home 是2016年的房，比较新，67万9，物业费443，一个 square foot 是400，这贵一些啊。我们再看一下那 condo 30万5的一个平方英尺多少钱？一个平方英尺246，这个是最便宜的。今天看这个 square feet 是最便宜的，3000块钱。这刚才看了，然后3200是这样的房，足足 OK 1900，那这个划算。3200房可能是老一点，来看一下2007的房也可以。然后3200这个便宜，也是 Eastern School 吧？我看一下，好像不是，好像不是啊，没有写 school 的事，没有写啊，没有写。这个房可以，哎，2100两个 bedroom 两个 bus，然后这儿67万9，在 CST 上有一个豪宅在卖100多万。这100多万在这儿啊，这学区房100多万的房，看一下，2002年的房4000英平方英尺，还带一个这个小院墙，看一下，楼顶比较慢，你看一下小图片吧。哎，它这后边没什么邻居是吧？还有个湖景，房比较大，driveway 是这样子的。哎，侧的这个，哎，它这个墙怎么这样的呢？那这个可能是 frame home，I see，它写 stucco，没有写 wood frame，没有写，但是看这个 siding 就像是 wood frame，所以这个房不要看了，100多万，没有什么了不起，面积大一些。OK，这个房可能是 wood frame，不要 take 那个 risk。看一下这个房，这个房是海上的，可能是有能停船的地方。哦，这个是什么呢？公寓。OK，它一定是无敌海景。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贵？应该是无敌海景，1400多平方英尺。它这个啊，1000平方英尺的一个 square feet，然后160万的房，来看一下无敌海景，应该是，否则这个不可以停船啊。这个房都是这样的，每家每户都有海景。OK，就是说自己家在阳台上都能看到大海，所以这种建筑结构这种比较合理，这些房都有海景，应该是这样。OK，这家有无敌海景吧？看见吗？家家户户的窗户都是那么盖的房，所以家家都有海景。嗯哼，大理石台面什么的，私家沙滩，这个是洗衣房，大理石台面，请前的装修，这个是客人房，还有窗户，挺大，这房间挺大啊，因为中间有这么大位置，都可以放两个 full size bed 或两个 queen size bed，主人的卧房、洗澡间，他这个啊这么弄的，看见了吗？嗯哼，这么高的，它这个地面是这种啊圆形的，挺独特的哈。它的浴巾是绿色，因为在大海的海滩上的房。这个是办公室吗？这有一个小房间。哦，这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做 office，可以做一个这个 kids room。这是 master bedroom curtain。然后这个搞的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地砖不错，可能是 porcelain tile，很漂亮，也许是大理石。这个可以。装饰的漂亮，OK，这些大理石台面台下很漂亮漂亮，而且是 curve 的，这是都有弯曲度的，搞得很好。OK，它这个橱柜、这个柜子 cabinet 都是有 curve 的，所以 curve 下来这个很独特很独特。这个壁砖 OK，shower room 这个壁砖很大很漂亮，这可能是 porcelain 的那种 glossy 这个表面的这个瓷砖 OK，弄得非常棒，贴的这个砖是大砖，砖儿大越大越好。这个因为这个瓷砖之间的这个煤缝，这个 grout 这种被水冲掉了，常年累积下来这个 grout 就被冲掉了，所以你还要再重新 re-grout it，you know。所以这是我的经验来的，我买的一些就说2000几年的房，这些东西都要重新 regrow 一下。大平台漂亮哈，然后平台上有铺一个地毯，漂亮，都有海景。OK，每家每户都有海景，因为它的建筑结构是这么做下来一个栏，然后再下去，每家每户都有无敌海景。刚才和大家看了这房子的结构，从空中看见了吗？这么一个栏认为每家都有海景，都不被挡住。OK，都能看见海景，看见吗？这种菱形的这种房，这块是电梯，应该是这样，电梯。这个是啊，tennis court 这要重新粉刷一下。然后自家，看到这个一个楼一个楼，每家每户都有海景，不管是冲哪个方向，家里都有海景。这个呢就更有海景，只是这一面，这个呢是这面或者是那面，right？所以无敌海景房是这么，你看它是一缩一缩一缩这样缩进来的，菱形菱形菱形这样过来，所以每家每户都有无敌海景，这种结构建筑结构非常棒。然后这是停车场，他们的大把停车场在这儿，然后中间有湖景，网球场、篮球场是吧？漂亮漂亮，这边也有停车场，可能是这个房的停车场。这都是停车场，OK，大把停车场，然后就自家沙滩，哦，打这个排球的地方，就 CST Key Beach 了，就给演一下，然后是这些景。好嘞，咱们不多说，再看下一个房，Lido Beach 上有一个6万块钱，这6万块钱干嘛的？怎么6万块钱？出租，常年出租的，这是，想看一下吗？出租的无敌海景房，6万，一个月6000，他是租整个这个 season 6万块钱，哎，看一下，他说的是 seasonal，哎，这么写 seasonal。从几月份到几月份？1月1号开始，2023年1月1号开始出租。他租6万啊，6万是怎么个算的账不太清楚，
但是这有个出租房，吸整个软头吸，哎，1500平方英尺，这有个房子出租63500，是几个卧室？2卧室2卫生间，出租3500，68年的房，1275平方英尺。这还有一个房，one bedroom 40万，3个卧室，2个卫生间，1941平方英尺，66年的房，物业费1097块钱，太小众偏吧？这样的房好吗？算了，有兴趣的再好好读一读。现在来看一下 downtown 66万9，3个卧室3个卫生间，2022年的房，今年的房 under construction 没盖完的，这是 frame 在楼上是 frame，楼下是 block，60多万 downtown OK，downtown 这儿有一个房1990个2卧室1个卫生间，这个房是什么样？是这样一个小破房，也出租1995。Available date is today. Available, OK. Date available. 1年一出租，1个月1995. OK. 这个房老房啊，1925年的房，这样的房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人家在 downtown，人家就租这么贵。OK. 将近2000块钱，3900多。这是在哪儿？downtown 附近啊，在第十街这儿。OK. 就在这儿，3995也是 seasonal rental, monthly rental，还要4000块钱。多大面积呢？1734平方英尺，2007年的房。OK. 这是这样的高层，一个月出租4000块钱，将近。它的面积大，1700多，一个卧室可是啊，它可是一个卧室，2个卫生间，有洗衣房、地砖、大平台，漂亮。是这样的房，出租一个月是4000块钱啊，高层这是。这个是不是55家的？好像不是。有人感兴趣再具体来问一下，好吧？没有写啊，没有这方面信息，可以出租啊。And unit is condo and unit，one bedroom plus den，two bathroom two bath home。它这个 rent include cable TV, ground care, pool maintenance, trash and water，包含就是有线电视。这个啊，出租四千，就在我前几天介绍的，在这块介绍这个房，OK，再介绍这个房，大家讨论能出租多钱。现在这个要价，一个卧室的要价4000块，这个情况73万5，这是新房，不看了。然后再看还有什么房，43万9，看一下现在在哪位置啊？在 Tato 和这个 Lake Ridge 之间，在 Lake Ridge 在这儿，这儿出了一个12街，在这儿出了一个房，这边上可以，啊，这边上可以，43万，看一下。single family home 1548平方英尺，小房，小房这样的长草了，可以停车。这是什么树呢？哎呦，这树已经秃了，应该把它砍了，不影响这根电线。它是 block home 一个 car garage 40多万，但是全部进行了装修，看样子电扇很好的，地砖可以。这是个 block home，还行，40多万啊，这个挺好，行吧，嗯，还行，是 block home，对，它一个平方英尺280，还可以，43万9。新购房然后1548平方英尺，这个 square foot 还行，因为它都进行了装修。再看，一个卧室29万9，这估计是个公寓，对，是的，2卧室2卫生间，30万。2005年的房1036平方英尺，然后它有一个 car garage。这个是 town home 1000平方米，2卧室2卫生间，condo innovative community，我知道这个，就在我家附近。它的旁边就是这个，它这旁边就是那个 farmers market，在这儿这小区，OK，给这非常方便，OK。这个房我们看过了，3400是吧？出租3400不看了，没有什么房。今天啊，在市场没有什么太多房。这边有，看一下新房87万5，这个还有湖景。哦，哇哦，这个湖景啊，这是湖景漂亮啊，这个。Oh my god，这是谁？哪家 builder？72万9，这个也好，有湖景，72万9有泳池。OK，再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也是新的 builder。这个湖，这湖比较小，这湖没啥意思。82万，看一下有真正有房吗？卖了吗？哦，真有房哎，2300多，82万一个平方英尺，350，新房，2022年的，哪个 builder 呢？New。New homes 拆盖完了吗？Just completed. Three seven everything is new. OK，还有点小湖景，这房也漂亮。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必有啊？和大家推荐。那来再看一下，这个是351一个平方英尺，挺便宜啊，这挺便宜，82万。来，我们继续再看一下这个72万9，看一下多少面积。三个 car garage man，2000年的房，不是新房，1971，370一个 square foot 的73万9，这个湖景大比较大啊，看一下，这个挺划算。70多万，像这个面积的话，房是2000年的房，不是新房，所以有些东西是这个，有些东西是这个以前的技术。OK，但72万9也是很便宜，370块钱一个 square foot 的，然后265的物业费。这个有湖景，对吧？大家看到了有湖景，这个湖景在这儿挺漂亮，对吧？湖景没有多少人家在这个马路上。这个呢是看一下，Fruview 在这边。OK，87万5，再看一下82万这个物业费多少钱？物业费262，也挺便宜的哦，便宜。这个房便宜在什么地方？一个平方英尺351块钱，2000平方2300。但刚才那个是，这是新房啊，83万，2022年的房，距离也差不了太多远，也都是差不了太多，距离市中心。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无敌海景，无敌湖景。这个是在这个小区，估计这个是那个什么的，
烘焙烫的物业，OK，这个310块钱一个平方英尺，它便宜。烘焙烫，我猜的怎么样？是他家的房，1939平方英，这个划算，310啊，这是新房啊，强烈推荐你啊。喂，monthly 物业费这个，那我451，哦，一个 square foot 的451，刚才看错了啊，87万五，那我刚才看的那个也都错了。我再看一下这个啊，再看一下这个，对不起，我有点那个花了眼。哎，再看一下这个啊，这新房，刚才我看的对不对？一个平方英尺351是对的，物业费262，这个是对的。OK，我刚才就看这个，再看一下这个啊，再看一下，确认一下，一个平方英尺370，265一个平方，265的物业费，然后它是2000年的，这就不是新房啊，这是新房，这是351一个平方英尺，大家看到了吗？351块钱一个 square foot，OK，然后这个是物业费262，这是3512332平方英尺的房，OK，但是这个是无敌海景，无敌古景，可以这么讲，310的物业费451，你看刚才那个是351。这个多100块钱一个平方英尺，这个呢和那个呢，那个是2300多平方，这个和那个房差400平方英尺，大概啊，所以这个房多一个100块钱一个 square foot，OK，它这个 lot 多大？看一下啊，它这个 lot 0.16，但这湖景漂亮，你看湖景漂亮，无敌湖景，对吧？对吧？继续看，而且这新房这个整个这个社区是富人住的区域，你这个湖景你哪抵得了？你看见了？A brand new maintenance free community home。看，这个漏财吗？还是怎么看？无敌湖景房啊，这个可以这样认为。看这房，这是现在刚刚说了吗？Completed now。我觉得这湖景卖的那个地呀、啊，原来都卖多少多少万，你知道？所以这个价划算，87万5。今天强烈推荐这个房，OK？这个房便宜。洗衣房，主人的房，无敌湖景，看见了吗？行了，就这个吧。这个湖景也值钱了，也得值3000多万。现在 Hotel Home 我。就是大概2个星期前，就是那个飓风之前，刚刚那个和朋友这个都介绍的，Potty Home 37万一个湖景那块地，OK，你这个还盖一个房呢，所以这个划算。还有游泳池，看见吗，朋友？游泳池就10万，你这湖景再加30多万，你这40多万进去了，right？然后盖房呢，盖房他们起价就60多万，所以这个房100万的房你知道吗？赶紧拿下，OK？而且是 Screen OK Picture Screen，这个是无敌湖景，绝对漂亮。好了，今天就强烈推荐这个房，OK？这个房真的不错，便宜，但是它的 lot 比较小，OK？那个比较小，87万5，前一阶段卖85万，给朋友介绍没有泳池，好像对，这有泳池，这泳池挺好啊。前上一个那房没有泳池，这有泳池，所以再和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个房的情况。对，这个走路走到这边去，一入门是这样，然后它有湖景，有泳池，漂亮，这泳池太漂亮，太漂亮了啊，太漂亮了。这个是地砖啊，不是地毯。OK，有的是我另一个客人，他是那个 Vinyl Plank 不接是吧？就是我们验房的时候也有一个 Vinyl Plank 的活动的，就是没有对好位置。但是你经常走路那个位置，没准又串了。所以这个 Vinyl Plank 有它的缺点，你这个地砖在那上，它不会动位置的。这个是地毯卧室是吧？这个都简单，之后再可以更改。然后这是洗衣房，主人的大理石台面的完成了。OK，这是卧室，这个最漂亮。OK，100张照片在上，这个太漂亮了，这个价钱值。另外这湖景就很贵，30多万湖景不到。另外这个小区都是上百万的房，你现在年底买了这个房。它这都是砖瓦啊，都是那个瓦房顶。OK，这个房太划算了，这个房特划算。OK，然后它这个退休房很好，这个退休房非常漂亮。这是那个 club house 游泳池，这个小区都是上百万的房，还有200万的房。这小区这个房你这个时候买是最便宜的，但将来咱就不敢肯定啊。就说你买过看到过的房，真的太便宜了。我卖一个这样的房嘛，是2400平方英尺，130万。你想想啊，130多加50万的朋友，真便宜。俩卧室俩卫生间，这个啊，对一对儿这个夫妻在这退休足够用了，可能有个蛋吧。有个那个什么 office 吧，但这个啊，和大家不多说了。今天那个有要去看房的，赶紧和我联系，必须快，这个必须要快。你看他这湖景没？这个湖景你知道这个地块80万卖的，OK？然后现在在卖这个湖景房37，这个湖景的 lot 37万5，OK？这么点小湖，这是 Potty Home，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小湖啊，卖37万。你看这个湖多大呀？你那37万或者是32万，这个湖多大呀？这个湖比这湖大多少？就这个湖，Potty Home 在这卖着一个地块32万到37万5，32万5到37万5，你这个湖多大？就卖那个地块37万5，你这个呢？你整个房子87万，这个湖景跟这个湖景差多少啊？你这湖面，而且你在这儿360度的、180度的湖景，right？270度的湖景，这个湖景太大了。坐在家里就是湖景，OK？漂亮，赶紧拿下，这个应该拿下。不多说了，今天就到这儿，Good night。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